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白白公，白白公叔伯。那现在呢，这个题材非常的特别，就是我要做很久了，但是只是一直没有动力。好啦，就真的要努力一点了。现在呢，就是我的减肥日记呢，就是结尾的部分啦，报一下体重。5月1号的时候是85.2多，那现在是82.1，对，所以呢瘦了3公斤，再多一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白粉工，白粉工是我。那这一次是断舍离的第7集哟。好，这一次的呢，就是要来介绍100%喜欢的东西，生活小物篇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白本宫，白本宫是我。那呢，这是本宫美嫁了的第3集。对，那这一次呢，就是 Innisfree 的黑面膜跟契尔氏的白面膜做一个 PK 啦，这样子。那我现在就是涂完那个契尔氏的白面膜的部分，接下来要上的是 Innisfree 的黑面膜。好，那我两边都敷完的部分。你没留下，我的世界流转变化，你却没时差。